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reatman Waterproofing， 今天是第二天了，我们继续来昨天还没完成的，今天这个地方我们会喷上第二次，第二次这个是 TM268 这个是 hydrophobic，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保护层在上面，昨天喷的那个是渗透性，它会修复里面的一些沙洞，今天我们来喷这个的话呢，是这个东西它是会保护在外面的层面，水就不会再进去里面了。现在我们来做第二次的apply 第二次了，就是说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试水了。